缅甸的内战哦，缅甸战已经打了75年，有7个月7个多月。大家可以看到缅甸的这个状况，缅甸这个，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各个的这个颜色就知道了。白色哈、是政府军，缅甸的军政府。缅甸军政府啊，自从欧山书记被赶下台之后啊，他就成有一个联邦议会代表，联邦议会代表也是这个白色区，白色区分两个力量，一个是缅甸军政府，另外一个联邦议会代表。联邦议会代表啊，是包括由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，也包括欧盟，但是欧盟有28个国家，包括欧盟，也包括联合国，他支持这个翁山书记的，因为翁山书记他毕竟是人民选出来的嘛，对吧？那现在被军政府赶下台之后，大家还支持这个联邦议会代表，然后这个是缅甸军政府，所以在这个白色的区块也分这两，另外其他的大家知道分了非常多的这个自治区，啊，各个颜色的有这些，啊，不管是这个丹邦族啊、果敢族啊什么，这个都是很多的自治区，他们要自治区都要搞要独立，一直到这个地方，大家知道这个缅甸的东边哈、是泰国，缅甸的北边呢是中国大陆，缅甸的这个西边呢，西边要分为西北边，西北边的话是印度，不要忘了这边还有点地方啊，是跟我们讲了以前叫东巴基斯坦，现在叫孟加拉在这地方，所以你看，大家看到缅甸的这个跟这个几个国家来这个相邻，那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这个地形呢、就不是非常的完整，看非常的曲折。待会我们来看一下，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缅甸的它这个地形图，先看这一张之后，我们再来看。大家看这缅甸地形图就知道，大家看，你看这个南山脉哈、南北横亘，你看到没有？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地形是分裂的，因为山脉就不是啊一眼平川，这个一眼平川呢、那就整个这个就比较好统一、好统治、好管理、好治理。那它是整个山脉组成，看大家可以看出来，而且南北走向。这里面还有崇山峻岭，而且这个地方纬度刚好是热带雨林，但是热带雨林里面它这丛林茂密啊，蚊虫滋生啊，还有些这些动物啊，毒蛇猛兽都有在这里面。热带雨林嘛，毕竟它的生态是很多元、很丰富，但地形也很复杂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这个从它脱离英国，这本来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，二次大战完毕之后，1948年。这个缅甸就独立了，1948。但是从独立开始，从1948年4月2号，缅甸就开始内战。那现在是2023年11月23号，大家知道，他打了，所以我刚才讲了，打了75年又7个多月，从来没有统一过。将来10年之内没办法统一。那里面的话，包含军政府，包含这个联邦议会委员会。联邦委员会，你这个方面这两股力量就没办法，而且它这面总共有8个区块，我们再看，把这个图我再看回来，你看这个8个区块，这个8个都有军队，它想要变成自治区，你看这个8个区块，这个那么的，它的这个自治区呢，它的兵力每个人都有兵力啊，1500人到8000人不等，你看有枪，有炮，机关枪，还有这个我们讲的火箭弹。也包括还有包括坦克、甲车，还有重炮，还有山炮、榴弹炮都有，还有无人机。这里面还有它那里面丛林里面呢，还有简易机场，给无人机起降的。大家看看，你看这些，它是从这个1500人到8000人，总共加起来这8个区块的自治区哦，总共是75000人。缅甸的政府军呢，缅甸有将近50万人，但是50万人，它这里面搞内斗啊。他这个战力不是说非常完整的，里面因为他有我们讲联邦议会委员会啊，受西方国家支持，包含英国、包含加拿大、包含美国、包含欧盟、包含联合国啊，他们是支持翁山书记的，里面都搞不清，你政府还分两块，外面有8个区块都有这些部队，所以缅甸这个没有办法统一，10年之内到2034年没有办法，2034年没办法统一。已经75年又七个月的内战，死亡20万人，100多万人流离失所，搬家，你打仗为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很清楚的，100多万人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那我刚才讲的这些，他这些游击队哈、这些自治区啊，他说有的都要独立建国，我先自治，自治之后呢，
那从两个，第一个你要走联邦，第二个是不是要独立？那他们大部分都要独立，次要的变联邦，能独立就独立嘛。我有8000人的部队，我什么武器都有，无人机、坦克我都有，为什么？然后问题是缅北这个地区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影片，有贩毒的，有诈骗集团的，有人口贩卖的，哎呀，太多了，你这怎么用？那大家都说，都彼此说对方是诈骗，有诈骗分子，都以这个抓诈骗、抓这个贩毒、抓人口贩子 去打对方，都彼此指控，全甩锅了，都甩对方就对了。那个政府军说反抗军是人口贩子，是诈骗，然后是贩毒，是贩卖人口，还有这些把这些女孩子推入火坑，这样。那个这些自治区的也指政府军是这样子做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搞不定了。而且政府军力量不大，大家知道山川阻隔哈，那个地形很复杂，没有办法统一，没办法。那个比如说果敢族是以前大家知道是汉民族，是中国大陆在后面有的，但是中国大陆影响力最大，在中国大陆说尊重缅甸政府的这个完整性，就这样子了。那缅甸政府也看到中国大陆这些，他又要贫穷求坡。他有时候对这些自治区里面的也不敢贸然动武，所以缅甸内部有政治斗争，翁山书记跟政府军，外部有那么多的，有七大区块，75000个这些他的各个我们叫山头，75000个山头游击队也蛮有训练的哦。他们游击队不是说大家散兵游泳啊，他们都有训练的哦，枪榴弹什么，还有几群阅兵分列式。是这个样哦，他们是这个样的。然后分列式的时候，这个包含他们无人机还载出来，哇，通过阅兵台。后面坦克部队甲车开出来，哇，通过阅兵台。还有后面拖的山炮，那卡车后面拖的山炮、野炮，哇，拖出来。还拖的那火箭炮，哇，出来。我看过他们阅兵的影片，还举起的还蛮有这个阵仗。大家可以知道，所以缅甸这样子是没有办法。不要讲现在打了75年又7个月内战。打到85年又7个月内战，缅甸还是没有办法统一，而且他后面的势力，除了西方势力，不要忘了北方有中国的势力影响力，西北方印度的影响力不要忘，西南方孟加拉以前是东巴基斯坦，因为第二次印巴战争之后，这个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就独立了，脱离巴基斯坦，但是不要忘了，这个孟加拉跟印度之间也是有一些我们讲到的，有一些竞合，有一些竞争，有一些对立，也有一些合作，经济上的合作，那军事上跟区域安全它是有一些对立。那你看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所以缅甸是受了北边的中国，西北边的印度，西南边的孟加拉，不要忘了东边还有泰国，但是他跟泰国达成协议，以前泰国的时候一直偷运武器，那些所以这些自治区哈。这些自治区，不管丹邦这些自治区哦，还有佤邦这些自治区，从他们印度进来，跟印度达成协议，所以印度现在禁止。但是问题是，他地下还在运武器。大家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印缅，就是缅甸跟泰国哦，叫泰缅边境，泰缅边境这个地方还在送武器，虽然达成协议了，但实体上还在送。这武器哪边来的？泰国送的，印度送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。他的这些地方势力，他现在都是自治区了，这七个自治区，还有其他小的，但比较小的我把它忽略，因为他小的只有200人，这部队只有200人，大概就2个连吧，1个连100人嘛，他这个我就把它忽略了，他这个还有小山头的，200、500人、800人都有，我是以1500人以上我算他势力，因为200人你要再算他，那太多了，那几十个200人你要算下去几十个，我就是讲。以1500人为切断线，到8000人不等哦，总共加起来75000人，其他还有小股的山头都有，要去剿灭吃，你要吃它要付出代价，要不去吃它，要吃它你要付出代价，你不吃它，它就一直存在，它有这个山头，它在那边开垦，它在那边种鸦片，种鸦片，但有的也是他们种茶，种一些农作，有这个样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来看缅甸呢，在目前在这个地方来看下去的，我讲过各国势力。都在涉足、都在发挥影响力，能够发挥影响力目前最大的我来看不是西方国家，最能够举足轻重的也不是他东边的泰国，他跟东边的泰国的这个界线边界线是最长，但是也不是泰国，是北边的中国大陆、因为中国大陆他也有他的一个战略的考量，
也尊重他的外交五原则嘛，尊重主权独立完整嘛。那外交五原则，他不要因为缅甸而破例，就那么简单。外交五原则里面就有一个，他不要因为缅甸他介入。那你不是讲这个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完整吗？你为什么要介入缅甸内战呢？哦，那所以中国大陆并不要因为缅甸缅北的关系而介入这缅甸的内战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。这我这个跟大家再讲目前最新的状况啊。这个图我们再看一遍啊，这个缅甸呢，这边它的东边我刚刚讲过了，这个地方啊，它的东边这个东边都是泰国，一路拉过来，这全部是东边全部是泰国，因为泰国我去过啊，泰国的首都曼谷，我去过啊，还有湄南河。这些我都去过啊，他的泰国另外一边就是马来西亚，那我们不管啊，这个就是泰国这个地方，我大家可以知道，我现在所指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的跟这个缅甸的边境啊，大家就很清楚啊，那么多的自治区啊，然后这个地形非常的就是复杂，我们讲复杂，没有像这个一眼平川那么好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，有额外的折扣。